下一场可以秀个雷文来看吗？算了吧，我不玩那个角色，那个角色完全像个残障哎！不要逼残障人士玩那种这么难玩的角色好吗？我们组合没有，我们组合感觉还不错。这样只要点得到蒙多就可以打，点不到蒙多我们就等死啊。哇，吃菜刀了，嘣！这家伙好嚣张啊！真的啊，队长都练到变董事长了。干，队长之前有一天400个订阅，还500个，还300个，忘记了。干他一个月订，他一天的订阅跟我一个月差不多，很屌啊！魔石太神了，他一天就干爆我了。台湾最会订阅的实况主，最会练才的男人，魔石特克啊，很厉害，真的很强，魔石。虽然我在他身边学了不少，但还是觉得跟他差距很大。我把他打的有点太多了，感觉上去会漏兵。我干他这么凶哦！我真的被吊打。我超不会打好人机。怎么会怕？因为那里在附近。这伊利怎么在这？哎，卢拉干嘛？卢拉超小，哎，他干嘛？靠背嘞！他刚才超小。干嘛？他是还超小啊？干，差点被他害死、欸！感冒、啊，他那是不是被他妈动滑鼠啊？他妈在动他滑鼠啊！干嘛被老妈 gank 好了呢？假挂机，他假挂机，至少后面要背他，后面没有人啊！他在那里被开，我们一直爆裂啊！
哦，单杀、欸！我操，上路是不是白痴大夫啊？看起来是白痴大夫。哦，蜘蛛在上，他被逮捕了吗？欸，这刘娜又在挂网欸，他蜘蛛很喜欢挂网，他感觉不退欸，为什么他敢不退啊？路是白痴吧？感觉 Serpo 生气了欸。哦，这个尾，神标啊！买个 BF 吧。真的啊，这样只能靠 support 啦，这 support 好强啊，这 support 蛮强的，跟油站又在后面打酱油他就赢。我靠，没捡到。바로이것이내신분이다냉기건莱西不见欸，莱西跑哪去了？莱西出现了，手抖一下。这个 poke 不错。抖了一下，我看这个好会蹲哦。哎呦，呵呵，这个钩子。他死了吧？哇，差一个伤害。
哎呦，干了自己人。哦，干，痛痛痛痛痛痛痛！戻すよ。好溜呢！我操，他这么溜、哦！我感觉刘娜好强，我真的是被刘娜 carry， 好爽！这就是被 carry 的感觉，感觉不错。拜拜！卖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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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少死一个是一个，少死一个是一个，少死一个是一个，漂亮！我刘娜来干我了，快逃快逃快逃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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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快逃！我要快逃！完了快逃！我要快逃！我要快逃！我逃不了了！干五个在下路哎、欸，开 party 哦，蒙多都下来。没有那个你要卖啊？我卖了还是死啊？我想要卖他，我现在死。太多人了、哦，全世界都下来了，多人啊，一万个在加入，哦，漂亮，没有那波兵其实还好啊，主要是太多人了，主要是维克特也靠过来，真的是为了那波兵就爆了，为了眼前的利益，然后失去了更多。我操！交给你来的你，那你干啥？漂亮来的你！转转转转转，双位是牺牲了。死了一个 wins， 换两个头，爽！哦，干！哎呦，这个牛！靠队友也是一门很深的学问。
感觉该找队友啊！感觉这场后中局很难打、欸，那么多超肥，后局有个超级硬的蒙在前面挡。我来了，中路。哦呦呦呦！哇，伊利直接死去了。哎呦，干，好危险，好危险！怎么里面一堆人、啊？八七。无敌蒙多是你，我荣耀起了，再见了，露露。感觉龙战不好打哎、欸，维克特跟蒙多这两个太肥了。欧娜，欧娜，欧娜，不行。欧娜喷散了。打不动啊，这家伙好扯啊。他得卖。哦哦，我换死一只了。不对啊，这家伙太扯了、欸。这会战。什么这种东西啊，加油啊。喂，他 Q 呢 ?OK。还有我运气 Q 射死一只啊，不对啊，打不动这个妖怪、欸！我操，这蒙多真的是走进来我们就爆裂。这会战只能越过蒙多打后排，不然不可能赢。这蒙多太扯，他现在太肥。还好我靠赛把一个人射死啊！还好我还有赛攻，莫名其妙莫名其妙就加了300块。现在就是你要越过蒙多去打后排，但是蒙多你又很难越过他去打，因为你被他黏几下就死了，他黏我个3秒5秒就死了吧，只有他自己的伤害，我被黏一下就快够了。
欸，维克特也够肥，他们组合猛哦哦 ，nice！ 我靠，他也差点换掉啊！完了完了，魔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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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快逃！有魔王，魔王好可怕，魔王好可怕！哎，他一个打四个，哎，干死我！我只是路过，想帮你们输出，我就死了。我们的巴龙有危险了吗？别怕，我们守住巴龙。问号，呵呵呵，那里直接吃阿兵，他直接问号他。那里生气了，他直接不给这三路士兵了。哎，露露去下路哦，靠边你这样，哎，露露要去下路哎。他有 TP 啊，他不去，我们这样巴龙很危险，对面吃很快，有蜘蛛有蒙多，那吃的速度是很快的。这个东西会不会真的直接逮捕我？我打还是会痛欸，大概打个30秒就死了。好痒哦！他完全不鸟我啊，给点面子啊，蒙多。他现在推多少？真的、啊，我要打他30秒，他只要打我5秒，我就爆了。这家伙真的很可怕、啊，看，他也好可怕、啊。等一下，一定要出那个啊，能降低治疗量。他会，我觉得他会嚣张过来送头。我们来等一下他，好，他没有。顶给他，对他真好。我刚刚用力点他了，你懂我的感受吗？你们懂一个 AD 点一块大石头的感觉吗？那块大石头还会回血啊！哎，那里好肥哦，那里正在一直弄兵，然后弄掉了。露露去下，露露不去下，我们这个下路兵线我不敢带，我怕一带下蒙都直接 rush。哎、欸、
妖怪啊！动妖怪、欸，哎、欸，他真的感觉，刚才又已经那个出来了，好像又了蓝盾的话，我鳄鱼出来打他应该也不太痛，但是至少鳄鱼出来打他会有点伤害。哎、欸，感觉这场我不用我出那个打血量的打野刀会好，那个鳄鱼会好一点，因为伊利已经出那个降治疗量的。真的要吃吗？你确定要吃吗？要这么赌？这感觉要先开一个小安。哦 ，nice， 发现白痴。嘣 ，nice， 干我们的 poke 好 OK。哎，这个人干嘛？不对啊，蒙多好可怕、啊！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加油 ！Nice， 队友，水哦！哎，这是哦，漂亮，这波不错，玩的不错，对啊，快吃啊，队友！那里砍乌尼，那里露露一直给他盾，应该吃得掉。抱歉，我刚刚说了什么？我刚是不是说露露给盾应该挡得住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加油加油！推 boss 喽！再给他一点盾，再给他一点盾，再奶他的几口，顶住队友，活下去，一定加油！你们可以，不对啊，死光啦！不要闪你！我操！哦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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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 ，nice，nice，nice。哦 ，nice，nice， 成功！还好，还好，吃到拔龙，不然我们就喷了。哎，还可以救他吗？是。干好抖哦！刚是三 D 耶，哎，奈德利好像重击先按掉。哦，还好，我刚真的以为要掉拔龙，那一点就是要掉拔龙。那看起来很可怕。好，守住了。没关系，我不回了。感觉我现在就是尽我所能，然后我不要李蒙多，我先去看可不可以灌掉他们的后排吧。就拿我命去换，感觉比较有用一点。不然打蒙都要打大概打太久了。应该不会有人还蹲在这吧？没了吧？应该是没了。好，这鳄鱼出来了，有这鳄鱼，伤害会高一点。这我还缺个吸血，
我点它会痛。快溜啊！对哦，蒙多好可怕，蒙多好可怕，蒙多真的好可怕。完了，他反弹甲感觉下一件就是反弹甲了，天哪！反弹甲再出来他就是神了，这梦多就没有人能挡住他，4500的血量啊，这好可怕、啊！等等还会反弹嘞、欸，这个装查不点。点不掉哎、欸，他维克特手法太强。要去推网了，中塔中塔守中塔。感觉要开波哎、欸，魔王在上、欸。干嘛、啊？你流氓！我干，太丑了！不对啊，怎么打、啊？五个干他不会流血，然后又不能不干他。痛！我也想让他痛啊！但他不会痛啊！刚才我刚以为他闪现是耍低呢，没想到他一个杠，他一个杠五个啊！那闪现是好扯的角色。推完喽，干死他！不要让他太嚣张啊！好，他完全不怕我们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们在干嘛？哎、欸，你们有打我吗？不会痛哎、欸。他感觉就在讲这样，真的是很夸张。给个机会啊，蒙多，你回他做一个再买反弹甲，我就真的不知道在哪种玩。完了，哎呦，哎呦，还没出来，还没反弹甲出来，这游戏就结束了。有机会哦，再做，再做，再干了，再干了，再干了，他们在拔龙了，兄弟们冲，对面在拔龙了。哦，没事，抱歉，不好意思，还没拔，我一个，哎呦哎呦。奈德利干！没关系，奇迹会眷顾着我们的。各位观众，超级机关枪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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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成功 poke 了对面大概500滴的血量，不错，玩得不错。那我们上台应该也是守住啊。这故事告诉我们啊，不能开梦多、啊，这角色好可怕、啊。你的塔应该都要给了。好大只啊！点你，点你，我点你，我用力的点，我很用力哦。换掉，不错，三个人打了大概三秒钟。好，他反弹甲出来了，可怕的蒙多要来了。那么组合是完全不能切后排，我们组合就整就是完了。不要走开啊 ！Don't touch me！ 拜托给塔，我操你！哇，五龙了，五龙了，都给，都给。给都给都给，叽叽，就这样被蒙多给毁了一场啊！叽叽啦，打不了啦。蒙蒙很恶心欸，真的很恶心。哦，好久，我改版后第一次看到五龙欸，因为这场我们一条龙都没有拿到，蒙多太 carry 了。